开发一个新的唱法，二胡唱法。十分钟声音快速激活术，左边六圈，右边六圈。第一招，四到六次的伸舌头、缩舌头，平平的缩回去。啊，对，哎，非常好。小腹放松它，别推气。第二招，嗯，很好，舒服了。对，你会学婴儿哭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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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比较像青蛙。试一下在第一声的时候做这个屏住气的动作再出声。第三招，对对，我们进步好大耶，知道怎么去控它那个东西了。你有病，开发一个新的唱法，二胡唱法。第四招，Nice，请欣赏学习成果。范儿奇的舞台，只有前排吗？